大家好，我是托尼珊珊。那个是电流的声音。今天呢，来这个 Lower Hua 水坝，看像个大坑一样的地洪道。走吧，来，咱们看看那边是什么。咱们上去之前，先到那边看一下啊。你看。是不是上面倒水下来呀？再往前面看一看，那边那个是什么？那边那个水泥的，水泥的是什么？它应该是分成几辆才倒下来的。这个洞大啊，这个洞超级大。没有多少水啊。这个水应该就是上面那个大坑流下来，这才像上面大坑流下来的哈。然后这样一路到那边。你要看，它可能水小，它从那管子那边流出来。哦，这景真不错。哎呀，来，现在我们要上那个大坡，一路上去。这要上去，下了雨。要赶紧往上去了，总算上来了，上来了，雨也停了。好，在前面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哦，来，这就是水库，这是水坝，前面还有个大洞，咱们去看啊，就在前面了，这直着走过去，对。到了到了，来上桥，看看，就到这。这就是一个溢洪道，如果水位太高的话呢，水就会从这个流下去被排走。今天水位还不高啊，你看你看，哇，哈喽哈喽，能穿好远啊。哎，看到这墙上，你看有一个小洞。咦，哇，这个就是这个坑上面直接，上面这个坑，哎呀，哦，这么深，今天还没有水，水位不高，这个应该是连着那个刚刚那个大的那个大洞的哈。咦，你看这个洞，你看从这儿看，这儿看，嘿嘿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 say hello？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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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来一个，哇，我还要来，哇，哇。挺远的，看看这的介绍。这个是一个老的，是吧？不是新的。1971年吧。1971年，那还属于老的哇。它不是，新的，它是因为这个。新的吗？哦，它是1967年到1971年之间的。其他的是水泥吧？这个是土石，这个是应该是比较老的哇。这不一定，这看当时情况。嗯。它1966年就开始建了。嗯。什么都看不到呀，
你那什么都看不到啊，这里就是图片跟这个的介绍，这个水坝的哈。蛙声，来喊一声，喊一声，然后我们听，这是回声，喊一声蛙声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这叫回声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